今天中秋节，阿宙要让黄宝琴还有黄宝静拜拜。黄宝琴，你们要先给阿宙点香点火。黄宝静，没有那么快拜。两手，两个手。你先点香，先点了再拜，先点再拜。黄宝静，你太快了啦，先点再拜。我点火。先点火，黄宝静给阿宙点火，上面没有火火。点火。我先点。哎，又在拜了。两只手呢？你一只手拿车车，这样不行，两只手一起拜。为什么？说他不能擦纸水了，就开始泪，满脸泪水泛红。是哦。然后那，越哽咽。来，阿昭要帮你们点火了，黄宝静过去阿昭那里。还有一千块，我去领。什么？一千块有没有去领？还没。你讲扣一千块啊，我通知你有去领。你不是捡到一千块，有通知你，你有没有去拿？我下个礼拜去。哎，阿伯啊，伊讲后礼拜快要扣啦。啊、黄宝静，快点去点香，你不能用碗的，那个不是碗的哦。你看姐姐。拜拜。黄宝静，然后站好，站在前面正中间。然后。两个手。哎呀，这个拜。我不用。拜拜。是啊。哇。拜拜，哎、欸，我等一下。哇，你好会拜拜啊！哇，黄宝琴，看弟弟很会拜，弟弟他蹲得很低哦，来，弯腰弯很低，哇，好棒哦，弯腰不是蹲着，是弯腰。弟弟很会拜。对，黄宝琴就是这样子。好了，可以了，拜好了。我要拜。哎、欸，还要拜。还要拜。嗯。哦，还要拜。拜这个祖先。拜祖先，祖先，哎、欸，你擦啦？那你为什么有一只手手？手手那边啊？不然骗我去擦好了。那边啊？那边有一只手手。那边的祖先。对，那有一只手啊。哪里有手？红色的，我今天眼睛好厉啊。哪里有手啊？你自己看吧。我带你去看。好，哪里有手？我看。哪里有手啊？哦，真的有一只粉红手。是老几斤啊？是老几斤啊？哎，我手，你去老人家斤嘞？哎。你斤啥物嘢咯？我要。啊，唔够穿过啦。好了，那我去擦。阿伯装哭嘛。我去。哎，你讲是老几斤吼？对啊。好。啊，不要拿过来。